210。进我野了，他那个打野在我野区吧，派克能来吗？派克在呀，在呀，在呀，派克过来。肯定在我野区的呀，我看到了都。开玩笑，哥哥，你高了。今天他来捉我那个牛吗？上不了打了，我得去上了。川菜靠一下，川菜，川菜，妈他们跑了，这样在哪？上面，下面拦他，拦他，我在上面拦他，能打能打，杀光，我日了，你打他不掉血，完了你要被吸血鬼杀了 ，Q， 还是拉扯一下，看你们说法，他捅你又死了，快走，他常常戳你了那个。
进吗？能进啊，走啊！我有那个。来，派克能来勾吗？派克啊！等我，别避，别避。可以打，来打。赵鑫那边。灌死他，差点。还能蹲一波 AD 也这里感觉。会不会来？看看应该会来。不来了，你吃塔了。白胡子吧，我上去。哎呀，潘森的皮肤全是老头，我真是醉了。我这个英雄不就是个老头吗？英雄不是肌肉猛男吗？怎么成老头了？我操！我真无语了，他的皮肤怎么抽成这样子？真的，他这新皮肤搞得就像那种，真的像那种什么小区保安大爷什么之类那种意思，真无语。我们是斯巴达老头啊，我是斯巴达勇士了。能打吗，春菜？别卖我呀，你妹的！干嘛你啊？我都进入敌营身后了，你说在哪里啊？杀他！可以打龙吧。你把吸血鬼打完了呀！困，每天都睡不够。能杀，纯粹上。我直接闪现惩戒，哎，拉到了，赵鑫，打得过吧？打，我想打纯粹。啊，不过呀，怎么办呀，川哥？你有定吗？踩到了，哎呦，没电了！吸血鬼来了，我靠！被你直接落傻锅了，那个。这是啥吸血鬼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情商经济不高，给你直接落下锅噻，搞过啊？我心经济高嘛，难得多那个。唉，反正这皮肤感觉。挺一般的。妈不要吗？你问我了。他连做两款老头皮，我就看不懂了，全是老头，我靠！坐着，我到上面去说。屠龙勇士，他就搞得就挺好。那大龙吧。大龙结束了。哎，
灌死他。你播了。我知道。OK， 有个群吗？不是个群。他一上来就搞他，把赵信打掉。一波，把线运过来，后面倒霉，把线运过来，用大龙 buff 给他加上。14秒，有那个。差不多吧。多灌的行吗？多灌不行。推，一波。一波了，蒙多守住了。还有一个点塔，点塔，不用管，点塔。210。